来到2022 PMGC 全球总决赛中国 PO 赛区出征仪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媒体的报道。Block ชิงชนะเลิศ PMGC ระดับโลก2022 ทีม SMG มีบริษัทที่มั่นคงความเชื่อในฤดูกาล。首先登场的是 PO 赛区一号种子 SMG Pickfit 决赛圈时刻拯救队伍。Memory 都是 Memory 一己之力拿下四连枪王。Beautiful 一波直接引爆炸到上海 NBA 同一视频站的三名选手。Beautiful 美滋滋。Remember 下比赛总冠军干了，野武主将收掉闪电。枪林弹雨，继续前行。The number two seed of the Chinese PEL of the PMGC 2022, the Team NV. 给你们上点硬菜。欢迎 PEL 赛区二号种子 NV 腾讯视频战队，他们能否卫冕全球总决赛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Paraboy， Paraboy 面对出度，再拿出一把 UMP 三连暴走。Older。差不多了，这一颗雷直接带走了成都 AD。K， 但 NV 是只剩下 King 一个人了，是黄二稳住了，是黄二稳住了。舒涵，齐天之姿谁可挡？斗战之中胜为王。2022 BMGC में चीन PEL डिवीजन से नंबर तीन टीम LGD। 欢迎 PEL 赛区三号种子 LGD。 首次登上全球总决赛的 LGD 能否给我们带来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集合，一传三，长子你能抵住吗？一传四，猫猫属于猫猫的秒爬绝技再次重出江湖。YZZ 三连爆头，果然名不虚传。Suki 转身一剑，秒人风的操作，夺冠之星扬威四海。最后，欢迎 PEL 资格赛出线战队 For and Three Man。恭喜 SMG 战队、NZ 战队。LGD 战队 For Angry Man， 让我们11月10号精英顶峰见。